嗨，米粒家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云云，我现在人在米兰，然后现在在 Gucci Show 的外面，等等就要进去看 show 了，很开心，然后也很期待。真的是很好看，我喜欢所有的黑啊那个厚背包，然后它用的那种材质都很像那种很 casual 的那种防水材质，它有一些毛衣上面有大象，好可爱哦。我喜欢男生的毛衣，女生有很多的大水晶的一些吊饰，刚刚有一个就是用毛线帽整个盖头，然后吊饰从这边的耳朵垂到另外一边。Thank you.